想要开始的点其实是想要去探讨说，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，人性是善还是恶？那其实刚赖老师有提到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动物有没有道德性？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就是说刚刚也有提到，就是孟子其实可能认为说，人性是本善的哈、哦。那其实他是认为说人的本心，好、哦、有各种出发点。那也有人认为说，人是本性是恶的哈、哦。那基本上这件事呢，从动物行为的角度，或者说你说从赛许理论的角度，其实是当然等一下会讲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就是说其实。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其实不管是善或是恶、哦、其实没有一个是在各种生态环境下面都是稳定的、哦。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人到底是，譬如说啊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从演化的观点去看这件事？其实如果你要去了解人，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就是说，其实人是一个我们叫做 obligated cooperative breeder， 就是说人在养小孩的时候，其实在演化的历史里面，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去养小孩的。那这个 Sarah Hurdy 呢，他就在这本书里面，他写了很有趣的，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从人身上去看到各种的适应，是为了这个社会生活的适应。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他里面有举一些例子，譬如说像人的小孩子其实是可以去了解照顾他的人的想法。那当然，我们试着来回应一下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。如果说好，我们去问说人性本善或本恶，那从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问法。就是说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合作到底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策略，冲突是不是稳定的策略？其实你可以从我们的虫到我们研究的鸟，都可以看到说，其实这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你合作到有没有好处。好，那就是我一开始讲的，自私的基因不一定会有自私的个体，有时候你合作，其实反而是对你最好的。